Hello， 思源，谢思源的健身卡，谢谢你的比心，这个应该是这样吧。Hello， 盼风 ，Hello WZI， 我今天很准时吧。Hello， 小高。全餐的祖祖，对呀，我是可爱全餐侠。迎着云星我发大红。保护队，谢 WZI 了，我来签到了，难得没迟到哦，思源。Hello 老沙，早安，谢思源帮我分享直播间。我的声音已经有点沙哑了，早安早安，大家早安。呀呀呀呀！你发现你断勾勾了？哎，对耶，对耶，你是哪一场没有勾勾的？哎呦，玲玲这张好可爱哦，怎么那么可爱 ？Hello 小易，星期六的两场，我确定祖祖有看到我的牌子。星期天的有吗？你星期天在哪里？坐中间吗？公演辛苦了，你们也辛苦了。Hello 东，哎，我按到啥了 ？Hello 东东，早安。Hello 泰，五千了，五千了，赞赞。Hello 俊颖 ，Hello 北泉古林 ，Hello 新鲜柠檬，下半身腰边边，那我应该有看到，是不是在左边的那个地方？我好像有看到，我应该有跟你挥挥手。为什么我的电脑没有动了嘞？电脑，电脑，你还好吗？嗯，我们的左边，那我应该有看到，你大概在第三四排左右，对不对？三四排，对，三四排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我的电脑剩下奇葩了，难怪没有办法动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哎呀，我又忘记充电了吗？早安，好，你先去忙，笑笑。祖祖准时是不是？没有 ，Hello 笑香 ，Hello 家博，因为我今天很早就起来了，我真的很早哦，我今天睡一睡就觉得，哎，好像时间差不多，我就起床了。对，是没电了，嘿嘿。其实是没电了啦，还在上班哦，好，大眠等你们下班。Hello 月月。Hello， 小猪耳朵。好，那我们来放一个小声的歌。哎，真的单机了，碰的好大一声，右侧退场席的都吓呆了。我真的也吓到了，我真的吓死了。谢谢新鲜柠檬的比心 ，Hello 秀一宝宝，我真的吓到，因为地板真的有滑倒。放一放刚起床的歌，对呀、啊。Hello 猫猫，是猫猫吗 ？Hello ETSU，Hello 卡丘，有看到祖祖呆了一下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有点哦撞，有点小晕这样。Hello 沙鲁，然后赶快站起来，赶快继续跳。Hello John，Hello 代代 ，Hello 阿努纳奇，今晚安午安大家，怎么了 ？Hello，Hello 月月 ，Hello 小鱼宝 ，Hello 树宝宝，午安志宏，以为是很痛的，原来是吓的，当下没有觉得很痛，然后就回家以后就发现，有点酸痛，有点酸痛，笑死。小声一点点，好。祖祖，我错了，不应该大喊豆豆，原来是你啊，志宏，原来豆豆君是你啊，志宏，不愧是天然呆，哦，我真的吓到，我当下真的想，赶快站起来，赶快站起来，因为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怎么跌倒，就后来发现是地板太滑，因为。可能有点反潮吧，然后地板本来就有点滑，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然后他就说，因为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输光爱情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跳的时候想说，输光爱情还可以，还行这样。然后想说白色情人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然后就没想到白色情人我就，
小慧也是因为那里，对啊，内侧对那边真的有点滑，那边真的有点偏滑。咦，我的网路发生什么事了？咦，我的网路，重新整理一下好了。Hello 啦 ，Hello 翠雨，这声音是刚起床还是感冒？刚起床加上前两天唱歌完以后。Hello Colin。Hello 赤木。Hello 双双，大家早安。你好。Hello 月月 ，Hello 可乐咖啡，应该没有 OK 吧？好像是没有，没有 OK。对。午安，早安，赤木，大家是午安还是早安？嘿嘿，我是早安啦。我用这个找找看。Hello， 飞镖又开始冷了。对啊，听说这一波会更冷呢，这波寒流。午安，飞镖。晚安哦，晚安哦，你是晚安是不是思源 ？Hello， 神威。Hello， 红杏。Hello， 晴。Hello， 沙鹿。Hello， 风雨。屁屁会痛吗？不是屁屁，我是撞到背，我是咚，然后撞到背，因为我有拱起来，我要保护我的头。吓到了，吓死了 ！Hello 后 ，Hello 神威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应该吧，应该是啦。Hello 南方天博 ，Hello 史密斯 ，Hello Mark，Hello 塔瓦哥，还好兄弟好人铁柱，什么？谁铁柱？整个快半躺在地上，差点以为是包。没有啦，谢谢赤木的真情告白，谢谢你们这么担心我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真是吓到我了呢。Hello 塔瓦哥，还好马上起来，因为摔得不轻。对啊，我那时候本来想说，我撞到有点，其实有点吓一跳这样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天哪，我还有办法，我还有办法跳吗？我是可以的吗？然后我就很紧张，然后我想说我站起来，然后我也不知该如何是好，然后这么准时，你们公司电梯门口不是两根柱子？哦，对，我有听到说面宝宝是不是一直撞到？我要查什么？Hello 史密斯，谢史密斯帮我分享直播间。Hello ETSU，Hello， 猪猪好，你好，猪猪早安安安安，人奶宝。Hello 神探，一定是平常有吃有保佑，有吃有保佑，有吃有保佑。Hello 四爷 ，Hello 帅四爷，你连倒地都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真的我认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真的吓到了。Hello， 文文宝贝，噔噔噔，呜呜哦呜哇哦，呐喊导向着天边。如果你是长颈党，建议一定要玩这一款游戏。这款祖族的高分贝明明是欲哭无泪，你还回我说不是，本来就不是啊，明明就是痴心绝对。我觉得很棒，很棒，大家很棒，有对有念对。Hello Steven， 好像有一点点大声。Hello 唐伯虎的兄长。Hello 梦 ，Hello Steven， 追逐什么？谢史密斯发自内心爱追逐。Hello， 文文宝宝，我文文宝贝。今天的脸很圆的祖祖，哪有？今天脸哪有圆？安安冰大 ，Hello 浩毅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有洗头，哈哈。我本来昨天不想洗了，就后来因为竹妈去理发厅洗头，我就说那我也要，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去，然后我就洗头了。结果我是英主在山顶 ，Daisy 在左边。
真假的？搞错了吗？哦，浩毅 ，Hello， Hello， 北极星，现场看真的不远啦，对嘛？明明今天明明是大水肿的脸，今天是真的有一点水肿，就是还以为那只熊是挡在没洗头的头发，没有啦，是因为搭配我的衣服颜色。Hello， 小风仔，免费仔啦，不然不洗头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有啊，我有洗头。Hello， 水锤，谢谢史密斯的小浪花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免费仔啊？不然不洗头。可是为什么昨天在公园的时候闻到浓浓没洗头发的味道？哪有？哪有飘这么远的？哪有这样？哪有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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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昨天哦，昨天也是有洗香香的，有头发香香的。Hello， 水锤。原来是蹭妈妈的洗头，对，我蹭妈妈的洗头，一定是队长大或者是你，我有洗哦，我这两天都有洗，我这两天一天是被竹妈逼着洗头，第二天是蹭了竹妈的洗头。Daisy 身上的叉叉是你，哈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你们的圈圈我看见了，就在左边超近的耶，你说 Daisy 吗？Hello， 蓝云，要闻也是我闻的，有吗？志宏有吗？竹妈付钱才要洗头啊！哦，对，竹妈刚好去，然后我就蹭了一次洗头发。Hello， 傅维，什么时候比圈过了？你们一直比圈圈啊，不是吗？没有吗 ？Hello， 嘉阳 ，Hello， 玄阳。为了祖祖，我也有举圈圈，真的哈、哦。咸阳早安，明明就是比叉叉。不要说公演了，气味都透过荧幕飘出来了呢。哇，穿透了，穿透。最新的5D 直播，这色香味俱全，色香味俱全。对，眼睛、嗅觉，然后什么？立体度，然后什么香味，然后什么听觉的响应，谢谢树宝宝浓厚的味道。Hello， 栗子，并没有，叉叉才是正解，圈圈才是正解。妈，我上电视，你好，上电视了。球姐二季荧幕棒怎么比成圈圈？哎，对啊，怎么比圈圈啊？圈圈这样啊。昨天有几个特别的人在山顶看着我们。什么是特别的人？祖祖是色香味拒绝。我还以为你打错字耶，涛哥。Hello， 山顶。哦，色香味拒绝啊。大力竹可以拆了它，就可以比成圈圈了。没有，我用凹凹的，把它凹成一直接凹的。Hello， 南斗圣泉。流着眼泪，身体好好感受。而且最主要是，我最主要是我昨礼拜六唱完以后，当天结束啊，然后要准备 Bellflower 的时候的那个前奏的时候，我就说怎么办？我有点哑掉了，我有点没声音了。切换加尔哥，加达哥，诗雅队长的妹妹，还有一个秘密。什么是切换？谢谢新鲜柠檬的比心。Hello， 坤坤，这礼拜期末考加油，祝好。我等一下要去期末考了，好紧张哦，我还没有背耶，怎么那么紧张啊？飞宝宝。切换就是黄秘书哦，为什么切换是黄秘书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黄秘书有来，我看到。你还有期末考啊？对啊，黄秘书有，我有看黄秘书，然后我还跟黄秘书，你为什么没有看傻瓜来的？然后我就说我还跌倒哎，然后他说真的假的？你跌倒？我应该要来的。耶，祖祖放弃吧，不要，还以为您老已经毕业了呢，没有。哇，要没有没有没有要，我不行，我一定要过，我不管，我一定要过，我应该可以过。Hello， 北唐千松。啦啦啦啦啦，在宇
终究某一秒的巧合，日常的路上牵挂的缘分，也是一种普通简单的快乐。这首歌真的很高，真的超高的。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次好像在那个，这可以讲吗？那时候我们要准备要甄选的时候，我们有一次要唱这个歌，然后我跟你讲 ，Oh my god， 高到我真的，我真的是这样，我在那个试的时候是这样。这一刻忽然发现了自己，我这样唱。2021的新愿望，看来就是可以准时的毕业啦。小易，你的日文会过吗？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明天考日文。其实说足的三个优点，我很想说，哎，不行，原来抱歉，走。这一刻突然发现了智机，智机是什么？为什么是智机吗？还是？你等一下考什么？我等一下考影视概论，考什么摄影机的运动，什么什么 static， 什么 pan， 什么 tilt， 然后什么 arc， 然后呢？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完蛋，我忘记了。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瓦特除以伏特等于安培吗？还是瓦特除以安培等于伏特？我等一下再看一下，我对摄影机的运动。Hello Lam K，Hello 草莓夹。等一下，我有写笔记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啊、哦。祖祖才不会言毕呢，其实我没有，不会言毕。P 等于 IV， 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他没有，他那个是算那个，我可以用几颗灯的那种。哎、欸，你看我画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得到吗？Hello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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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Hello， 小薰，比同期晚一点啊？没有。所以 W 等于 VA。有看到了 ，W V 分之 W 等于 A。有没有看到画小精灵吗？对，萨库拉娃娃。刚演上次也听说有人会晚一点点啊，没有，不会晚一点点。你现在是临时抱佛脚，对，然后得算出总共的瓦特之后呢，再用总瓦特除以灯泡的瓦特，得出可以用几颗灯。OK， 灯光的最重要三元素：强弱、方向、颜色跟色温。哦，是 zoom。不是，哦，要五个，一二三，哦，我写了六个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 static pan tilt zoom 跟 arc 才对 ，arc。听不懂，我跟数学不熟。Hello JK， 你直接直播念书可能比较快，不会的，一项过去就对了。所以打 v 分之 w 等于安培，然后再用总安培数。你们刚刚那个 W 等于 VA 是不是 W 等于 V 乘以 A？ 好， W 等于 V 乘以 A， 再用总 W 数除以一颗灯泡的 W 数，然后等于我可以用几颗灯。好， Hello 威哥， Hello Corf， 不是 Orf， 是 Cuff， Hello 幼童， Hello 飞镖，一项过去了，只记单位可以。你真的有认真上课吗？有，我真的很认真上课，真的。W V 分之 W A 等于明明是一样的，对，所以我要记这个 W 等于 V A， 不然我会忘记。W 等于 V A， Hello 杨雄， Hello Tia，W 等于 V A， 总 W 再除以 ，OK 好。然后 zoom 的话是伸缩镜头，摄影机不动，转动镜头的焦距，可使用在强化主题或者主题的周围。Arc 是弧形镜，摄影机的主体中心作为圆弧形。对，
强化主体与环境的对比，创造神秘游历的感觉。Static 定镜，摄影机固定放置脚架上，可用在对话叙述事件，将观众锁定在表演上。Pan 左右摇镜，摄影机固定定点在左扫至右或右扫至左，可使用在跟拍移动动作或透露讯息。Tilt 上下摇镜，摄影机固定定点上下摇上扫至下下扫至上，可使用在呈现电影环境或角色优势上。对，我在念书，好想。身为学渣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强化主体环境，对，没错。乘法比较受欢迎，真的，这不是国中物理嘛？可是你知道，运用在这个上面的时候，我就会忘记要怎么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一定要记得把运用在那个的。万神，念书好啊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啊，参拜万神，我等一下要考试了。然后美术的四大分支：陈设、道具、置景、造型。陈设就是摆。打妆、梳妆、服装三妆 ，OK 好。剪辑 A 卡等于定案 ，B 卡等于初剪。单录系统差别在于声音和画面分别录在不同的机器跟同一台机器上。成音的铁三角：配乐、配音、音响。然后职位有录音师、混音师、拟音师，然后配音前要先对稿，重要的三个步骤就是语气、节奏跟语速，一堆三，这个是影视概论。然后我有噔噔，彼此的手。三妆三音，对。好，第一个是这个是什么？欧玛 IU 不是 IU 不是。卡基库凯科，应该是。也不是，那是他吗？哦，对，他踢的偷，所以第一个是偷，第二个是嘎三，偷嘎诺欧嘎叉欧偷，好，记得了。超哥，不用进小鹏实操吗？不用，我是影视概论而已。谢谢超哥的小浪花，嗷嗷嗷，考手写吗？考手写啊。不对，托嘎诺，这就是我背起来的方法。小paper， hello ho。午安，潮玉潮 ，Hello， 圆滚滚。对，我在念日文，在念日文。杨雄念日文。立功啥 ？To ga no o ga cha o to ga cha to ga cha o to 好 ，ga cha o to 好。o ga to ga no o to ga no o 念开头，只要字出来就可以填了。好。第一个字是我不会的那个字，第二个字是 call 的地方是 no， 不会的那个字是 o 跟 ga， 名是 o 跟 ga， 然后我是叉叉 o 跟 to 好，叉叉 o 跟 to 好。我的日文，这是传说中的日文哦，耶！竹姐的日文比我好了，完全听不懂。你在念泰文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就剩这两科，考完就没事了。我考完我就解脱了。我怎么一个音都听不懂？达文西写字什么东西 ？Hello Steven， 我会日文都听不懂。竹的日文跟我这种日文不一样。
这是逐日文，逐日文，逐日文，对对对。谢谢星奇宝宝的比心。日文世界语嘛，嗯嗯嗯，考完就啊没有，考完就过了，不行不行，我要再看一次。我记得了，我记得了 ，static、pan、tau、zoom 跟 arc。static 是定镜 ，pan 是左右摇镜 ，tau 是上下摇镜，zoom 是伸缩焦镜，伸缩什么镜？伸缩什么镜？打错，顺利毕业。对，我一定会顺利毕业的。伸缩镜头啦，伸缩镜头。arc 的话是弧形镜，考完就可以顺利毕业喽，张乐嘉。啥都 zoom in zoom out， 对对对，叫伸缩镜头。哦，树宝宝没有飞镖，顺利毕业，顺利毕业，我一定可以顺利毕业，我觉得，以我的聪明才智，没开镜像自反的达文西字都写尽量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岩壁，反正是不好，那我给你们看，不要，我不要再岩，不要，我不要，不是在，我不要岩。以祖祖的聪明才智，100分，耶、yeah ！看看看看，啦啦啦啦啦，一起。苏，沙西，沙西苏，沙西苏。哦，苏米诺是什么？苏米诺。字蛮漂亮的哦，真的吗？了解刚刚在表达什么了啊？B 啾啾 ，Hello 龙猫，祖祖要冲啊！嗯，原来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我要顺利毕业。好了，我觉得可以了，我觉得跟你们复习一下，然后我觉得我有比较有信心。啊，我怎么按到结束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妈妈，妈妈啦！那等等要考，等等要考，不是明天考日文，等等考影视概论，就那个什么 pan static， 什么定镜啊、摇镜啊、什么伸缩镜头啊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忘记了。Hello 方妹，看到蓝色字我懂，你看，对对对，我刚才背那个。离毕业剩这两科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离这个学期结束剩这两科，一言再言，乐趣无限。嗯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，乐趣无限，不要。日文是必须的吗？日文这个学期不是。片亚婆片，亚婆片是什么意思？你直接把刚刚那个名词拿出来对观众教学就好，会记得熟一点。我记得了，那个这个是，嗯，谢谢飞宝宝，好可爱哦，耶、谢宝贝宝宝的爱的熊抱。对吧？我记得那个这个是偷哦，不对，对偷嘎，哦不对，这个是偷，然后。再下一个的话是 O， 第三个是 O， 然后第四个是 No O， 偷嘎 No O， 嘎啊叉。
no， 偷干 no， 偷干 no， 偷 no， 偷干 no， 偷干 no， 谢谢，谢谢基正，谢谢一啊不不啦 ，Hello 乌鲁木齐 ，Hello 基正 ，Hello 一清，我在讲什么？真的觉得直接被答案，对我直接被答案，我还真的听不懂你在说偷干 no。No， 偷干什么 ？Hello， 志祥，尴尬 no， 没有哦，没有尴尬哦。Hello， 点点的金，你好，一周年快乐，点点。哎，我真的不会念这个字，这字怎么念 ？Hello， TND 虎羊，你好。Hello， 小白兔。小草莓 ，Hello 虫虫，哇哦，我是不是有上小时啊？是吗？飞宝宝，飞宝宝是不是还没？偷干 no 哦，对，偷干 no 哦，是哟。好，那我们要来宣传了。Hello 龙猫，15秒钟。28%了，应该可以。各自的关卡，一起分离。谢谢大家。哎，我社长回。可能不只是你，每个人都我们风格。到想着天边，就不停。呀 ，Hello 思源 ，Hello Jack，Hello 泽泉 ，Hello 剑骨。对呀，撑着墙，趁现在。毛线就穿脚长。Hello， 原来宝。脑袋先关机，混乱的思绪。哈哈 ，Hello 佩玉，音乐的先写预告开始了。做准备，耶耶。感觉。誓言燃烧风波，你二三哎，原来法师是你的花枝精粹，深写出来了，深写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次真的超美，我真的超漂亮，认真小龙女了，耶、yeah ，超大爷，好开心啊、哦！噔，冰大你太过分了。我看到冰大追踪我，怎么可以这样？至少目前的耳塞不需要动到。对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我应该像是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像是古代的小公主了。怎样，小龙女？就是新的生写真啊！谁叫你偷视追踪？你竟然没有追踪我！反正一定不指定，反正一定吓、哦、我一跳，反正一定会指定不啰嗦哈。地表位置震动。收听声的走，
原来保证是哦，没事等等退。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大家就不要退追踪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TPP 的原子竹，欢迎大家。指定好哦，一定要指定哦。然后刚好最近有新的那个生写真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指定我哦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喂宝宝。追过的记得去 IG 再按一下哟。哎，不行啊。Hello， 不死川玄迷，不可以退追哦，要去追踪我的 IG 哦，谢谢大家。填了五张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吗？谢虫虫追踪。追踪什么？追踪我的直播跟我的 IG。哎，我打开一下镜像好了。啊，关闭镜像吗？噔噔噔噔噔。Hello， 泡面。怎么样？什么事特别难忘？谢谢玉安 ，Hello Jimmy，Hello 鹏鹏，猪猪彩蛋跌到地上了，我没有撞到猪子 ，Hello L， 不愿看见家人跟身旁朋友们烦恼牵挂，锤 ，Hello L， 应急除了微笑说了谎，其实。彩蛋我捡起来了，是你吗，玉超？如果能加倍珍惜哦，一场感受到幸福。下一片金光，你要望。今天已经要退场，也即将低着头赶路变成日常。好，等我夜配，等我夜配。好可怜哦，礼拜六的地板 ，sorry， 不小心跌倒了，撞到它了，被我的屁屁撞了一下。哎，公车屁屁，它的卡 V， 这次真的好美。有那个大家的账号上面的有吗？那个官网的有我的吗？谢谢大家追踪。短的恐慌更难以招架。Hello ULT， 没有 OK。斑纹还没投降，却因为有彼此的肩膀，偶尔轻易随便地批评。难怪晚上有地板哭哭，好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在下面那排，我在下面哪一排？偏不停地碰壁，人生心。对，有啥会陪我？隔那么久才听见，一阵一阵。这么晚，下一片金光，你要望。细数此刻过往，尽管泪在淌，继续勇敢向前闯。沿途跌跌撞撞，失去的代价也中奖。被你骄傲倔强，重新紧握在手掌。当月高挂，温暖不知不觉爬上了窗。描绘春夜的形状，仿佛一幅璀璨的画。嘿，可明天又升起朝遥远方，现场呀，好好做一场属于你的梦想。品涵前辈，品涵跟小晴前辈很美，也期待竹竹的。好，Hello 小江 ，Hello 大家好。跌倒很心疼，我是说地板 ，sorry， 法哥很帅，真的假的？我还没看到哎、欸、，Hello 小易，当心哦。
低着头赶路边。战战月月超喜欢的，谢谢大家。竹汉服很仙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有吗？我有在里面吗？好，我们来一个嗨一点的歌，好像没有在小时榜唱过 TTP， 对不对？你嘎逼，竹川和福相雄，你的过儿在哪？我的过儿在哪里？下角，右边右下角在哪里？右下角，右下角。一起唱到底。哦，真的，我在法法的下面，是不是？好，法法前辈的下面。耳膜的部分。好吧，小布丁 ，Hello， 听歌。虽然那。这是咖啡色的TTP Festival 掀起狂欢，不休陪旋律摇摆放松，越跳越唱。超像啊！你说我吗？我超像妙丽的吗？是不是？我觉得我演的超像的。身体好好感受，八秒钟，手手准备。噔噔噔噔，是不是第一次登台表演，竟然会如此不可思议？你的过儿不是缺手，是缺人。哦，是演的有啊？什么意思？一场 TTP。震耳欲聋，害羞已经退潮流，即使那个他终究并非几百首，欢迎吧，会在你的宇宙幸福。想用枪完美想完全是TTP Festival， 真的太长了，换的漩涡多汹涌，我有没有看到山顶上的吗？有。Hello， 志宏。
有背歌词哎，当然当然。为什么飞宝宝要打屁股？音组的 MC 真的是最强的。真的吗？我真的吗？哦，对哦，有分趴，对，喵力老了，喵力超正的耶，耶耶耶。噔噔噔噔噔，耶！36秒，大家随时准备。那我们来听个，365好了，365的纸飞机。Matches 啊，什么 Matches Rock and Roll 是这样吗？啊，不好险你没看到我，你在哪里，飞宝宝 ？Hello 可乐，谢谢玉安的掌声鼓励鼓励。高分林一前辈要求禁言了，有人把我看成，谁？想说扇子不明显，所以基本上是用吼的注意的。有，我有看到扇子，山顶上对不对？有你要有你在如何不巧？第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第四排一二三四第四排的第四个是不是？我有看到你笑我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我的那个彩带丢到柱子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有笑我？我有看到，有你们在笑我，我看到了。你的右上方啊，有应该有，我应该有看到。Hello 志强，谢谢思源的比心。那你有看到我吗？啊，你没去哦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哦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好，我们来听365的纸飞机。三六，我的手又嗯。该怎么寻找活着的线索？365的纸，365天的纸飞机。Hello DJ One， 谢谢大家。我比较想知道为什么彩带弹回去，因为我丢到柱子啊，科科。在你最后退场的那个角落，在我最后退场，拜拜，右边的那个角落吗？生血的 sample 怎么了？图太小了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你把我认成谁？你丢到柱子上面，还敢磕磕？人不笑你，对不起你自己。手足看成紫萱，真的假的？你把我看成紫萱前辈，真的假的？我是不是走音了 ？Hello 1103，清晨抬起头仰望着天空，悄悄，它会让每天变得更晴朗，点亮最温暖的心房。我走音了，最温暖的心房是这样吗？为什么没有声音？嘿，it's turned off， 到。啊，反歌嘞。这样子点这个吗？欸，不是，上一页。365天的纸飞机，1136。六天的纸飞机。
清晨抬起头仰望着天空，哈哈。怎么介绍草？但把你看成紫萱前辈，我觉得可能。话说我有跟婷嫂介绍你耶，婷嫂喜欢我吗？这天空恰恰在心里许下了愿望。看到你横躺在地上，我不小心有笑出来。太多了吧，什么东西差？背向前奔跑，别回望。我还在没丢前就跟章鱼宝宝眼神示意了，然后就丢给你了吗？我把祖祖看在眼，所以我现在是分身紫萱前辈跟怡真前辈。别喜欢的模样，吹着风，不为所有阻挡。人生它就像纸飞机，承载我愿望。无问来时方向，不问来时方向，不知眼前难敌，在风中拼尽全力，朝着向往。点头，我那时候有这样，我要丢了。自己内心的想法，好，对，我跟柱子点头，就是。颜值柱到底是谁没撞到过？我想说，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要往。谁是谁？是谁？我刚刚忘记了，是帮我捡起来，是俊颖帮，不是俊颖，是谁帮我捡起来？是翔婷帮我捡起来的，对不对？就像纸飞机，你怎么能丢彩带用？电梯铁柱子踩点才行，所以祖祖也有撞过好岩柱啊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Hello， 阿尔法妈咪，哦，是玉超。可惜了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Hello 的泉 ，Hello 始终如一。真的哈，我们就是那个，无论多远的距离，我在想。训咖祖祖彩带不知道怎么丢。不是怡真前辈吗？我要撞哎 ，Hello 四五一，你知道我真的啊？谢谢锦锦的大声说爱我，大声说爱你，我爱你，我
爱你，无关翅，无关翅膀我还没有听过哎，我只有听过他们现场版唱过一次。停歌下去，停歌下去。Ben Ben Ben， Hello， 晴晴，谢谢晴晴的大声说爱我。妈咪，要是我捡到我，一定先问问看有没有怪味，有吗 ？Hello S Two，Hello 小仓鼠，妈咪 ，Hello，Hello 小仓鼠。我没有听过这，我只有听过一次。如果是这种好原著。大家，我的哦，谢谢小蛋糕的告白气球，我的，pick me pick me pick me 啊，我等一下来 pick me 好了，好，流星等你，等一下来看 ，hello。1:10要下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准备一下我的期中考。准时偷完偷子萱前面的歌，加指定哦，真的假的？好快哦！谢谢原来宝，他的赞赞，他的钟楚。拿麦克风的准哦，因为我有用麦克风，我要用耳机。拖延仔慢慢来，哈，树宝宝等你，等我业配。有来粉丝跟助理，子哦，该给你喽。柱子哦，你说有点像公园里面，然后这样哇，这样。组织的头好有趣哦，都不会动。如哥，可咪皮咪啊啊，这是韩国的耶，我还。怎么知道有没有味道？要问捡到的人啊。我只是跟住。哥哥吧，我只知道昨天有捡到国的。哦，真的、哦。
是玉超的吗？哦，玉超香是不是？超香。飞宝宝住哪里呀、啊、？Hello， 逸飞，没什么特别的味道。味道啊？真的吗？阿哲，万神。I am the one you love, baby, you love me. 喊出我的名字。一定就是笑我的那个啦，猪猪把你当柱子啊，超稳定。喜欢听你好运来，但太可跳有点慌。有练过有差。我越可爱，拼命拼命呀，拼命拼命呀。表情很欠打。是吧？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我就是那个稳定器族，没错，稳定族，对。Hello， 胖胖 ，Hello， 射手座，又叫竹猫来打扰。Hello， 胖胖，午安。好，你先去上班，赤木，赤木上班加油哦。我也可爱。Hey，Hello， 马蹄。Hey。支柱，我两支柱，别人家的小孩就是现累爆他的直播间。Hello fans 二度 C， 好久。哎，好好看哦！哎，听歌，你大头也太好看了吧！张勋这么突然的吗？对，就是这么突然，出其不意，让你开这句话，孩子你是今天穿衣服搭配先逃了，拜拜。昨天见送的主，Hello 小安 ，Hello 心仪。爱心鼓掌。全世界第一，我都每一天一杯呀、啊。是我的小小鸟的那个小爪子。
我觉得我2021年的话应该就是吵，太快了。高分贝很高，热情很高，大家的爱很高，超爆！对，我是娇啊咖小爪子本丸梅子，对，本丸梅子。然后我的头贴从11月放到现在哦，真的、哦。那2021呢？2021就是。红火火，好运来，不要变成公演地方，谢谢。好的 ，Hello 陈 ，Hello 北原神推，孩子你是最棒的，重复这句话，宝宝你是最棒的。那我下次唱宝宝你是最棒的，你是最棒的，重复这句话，宝宝你是最棒的。生气，那我要表现什么？开心，开心。今天没有好运来，要最后才有好运来。对，是红，还好你不是说是臭，不灵臭啦。那这样一年都不能洗头怎么办？不行不行，要香要香。昨天终于可以听到你喊新的 catchphrase， 猪猪的高分贝。对，因为 B 那个 Bellflower 的那一组没有讲到。是不是真的超好听的？小窝你好 ，Hello 北原神推，精神崩溃 ，Sorry。小军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小猪？小军没有，小军没有疯。就是把其他球迷乐死。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，我就是这种女孩。的花一朵长，我们来听个逆风好了。逆风是什么歌啊？不要好了，我们来听一点柔情的歌，我们来听个《万有引力》啊啊啊！这样放出来。啊！谢如哥哥的健身卡。没有，没事，小猪，如哥，你也知道会精神崩溃。Hello， 大大，我想不行不行，要痴心绝对。Hello， 胖子，谢谢北原神推，谢谢你加入长颈猪，谢浪漫音乐情人的玫瑰，想看你对林依前辈唱，然后林依前辈把我推开，好讨厌，不行。前面那都只是不是好讨厌，你知道那时候我忽然间想到一件事情，你知道那个安安还是谁说在后台听到甩泥宝。林前辈，好讨厌他。寂寞，好寂寞，这样。我因为你，report 有写啊，觉得林一前辈跟主持之间应该要出现小三了，没有，我们没有小三的，我们就是 forever 的 love， 这里好。
还是全开？谁？谁两天都吃炸的？原子主席。安超好笑的耶，他回来有。这一幕，对。没有办法了，没有，他就是星星眯着眼睛，贾庆记得对，他说他的意思。安姐，我不敢吃子弹。安姐觉得害怕。Hello， 射手座，我知道啊，大。我觉得安有训练到，有训练到。厉害，越来越厉害。果然台中人，来台中带你笑死。在台中，哦，台。那些大道理。怕爆位，对啊，吃子弹有点可怕吧？好，家安来了，家就安了，家安来了，家就安了。哎，我觉得好酷哦，还有肉粽，真的、哦，你当拔也不错，好可怕哦！台中名产，真的吗？他越来越嘴了，但好可爱哦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超酷的，我觉得真的超酷的。台中人没有看过庆记，我觉得比较意外。庆记是什么？火锅之类的吗？好想吃火锅、哦，忽然之间，可是不行，这几天不能吃火锅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洗头，所以这几天不能吃。庆记就是子弹哦，台中的名产是子弹哦。这个建议自己查，好，我等一下自己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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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台中名店庆记是肉粽店哦。我想说它真的就是子弹，是不是？我请竹吃庆记了，好可怕。太冷了。是我们的乖。还有台中肉粽馅，我请竹吃庆记。不要，哦不要！台中名胜现在不是去看毛奇哥吗？真的吗？我发现 A B 牌真好，都闻得到香味，真假的？肉粽是防波堤啦，煮比较简单，我不会请他吃亲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会请？大妈牛，为什么？我想要吃林一前辈爱的小手手，不要不要。它的外壳是什么做的？牛啊。脸的。放开。新鲜柠檬。你们怎么对子弹这么了若指掌？因为他们喜欢吧，可能自己吧。Hello， 泰，弹头是切。
猪猪昨天早上有洗头哈，不然怎么感觉？不是昨天早上，是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趁了猪妈的洗头，猪妈去洗头，我就跟她一起去洗头。然后那句话不知道林前面听到什么反应？原子猪，然后是原子猪，闭嘴。他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。曾经我妈楼下切西瓜，我在三楼房间门关着，还闻得到西瓜的味道。真的、哦、，Hello 缘分，你小舅小舅，你名字越来越奇怪了。Hello 志伟哥 ，Hello 思琪，小舅现在叫什么名字？看一下，我只有看到小舅呢。失恋的归主，害了了是什么意思？原子闭嘴。用台语念，嗨了，嗨了！光光滴哦滴，但我真的觉得飘飘真的是。原来 Bellflower 的前辈们的宝宝们是好像不是用在这里的哦。魏婷前辈说珍珠会光光，那要怎么念啊？嗨了了哦，哎呀，雨爱的先去休息了。整组的台语怎么念啊？无名的世界也想储存爱你的。热爱只延续。上下。哦，规则拍了了，规则拍。祥婷 ，Hello， 嘉祥，啊，嘉雅，我的眼睛怎么了 ？Hello， 阿祥，是哦，是海聊聊 ，OK， 海聊聊。拍聊聊，换台语时间了吗？啊，拍聊聊，拍聊聊，拍聊聊，拍。在心里学会放弃，不然我去问瑞婷。猪猪嗨聊聊啊，猪猪嗨聊聊，猪猪居居。想念继续。现在呢？有正常吗？车迷 ，Hello， 齐晨，刚刚是不是有点宕机 ？Hello， 真低派，的健身卡，教的时候可以顺便录影片放心度，姚小时嗨，有意思吗 ？Hello， 树宝宝一。是我的脑袋荡而已啊，没有，是三路的玫瑰，一家前辈的可是不行啊，我要去期末考，我也不想不啊，现在发生什么事帮我分享直播间。说不定会暖一点，明年再考。啊，不要不要。
气寒假。你知道吗？我之前狂用暖暖包，大概一天就两包这样。今天不出门，明天到对。真希望雨能下不停。我不上班，我不出门，上班就没有办法握。谢谢小风仔的介绍。你说内服暖暖包吗？浪没荡啊！不嫌疑冤对吧？好吧，我还是继续短袖跑来跑去。挺哥，你神经病啊！你神经病，你说穿一点。人好，太棒。没事，可以直接不念，就不用当学妹了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内服暖暖包，一定爱配温开水。OK。欢迎大家批你啊，哈迪批你啊，不用暖暖包啦，我温暖你就好了哈，你们温暖我好不好？好像怪怪的，杨公公，小棕瓶只在雅诗兰黛，我神经病才会喜欢你。对，我就是神经病，就是神经病。你可以先去跑个5000。你就是。不喜欢祖祖就是神经病了。祖祖很冷哦，穿很。听说比上一波还冷。我们限时动态见。好了，阿米，谢谢神威的真情。真的没在怕，我每天没办法骑车，我觉得我今天骑车应该会骑下。午安凯霞 ，Hello 笑笑宝，你下班啦？啊，不是，你休息啦。10:00结束。叫起来不行，我不能叫巫博，我等一下要去期末考了。Hello 天天，今天就不骑车了。Hello 威凯，威凯 ，Hello 威凯，去期末考跟不叫 Uber 有什么关系？哦，没有关系吗？我以为是要现在叫。不用考了啦，开车去上课啊！不要。不要，我们哦，我这可以讲吗？我们是不能停车的，所以要停在外面，然后再走进去。你别骑车，我在啊，怎么那么好？我帮你考，但只会写名字。不要，不准，你这个叫巫婆。不要去，不行，好远的感觉。还好，吃货脑袋只有吴博义。对对，我刚脑海里面想说，我为什么要叫吴博义？
留下来，或者我跟你去。啊，闪你跑啊！我觉得这个好可以哦，有料哦，有料。问问看教授可不可以明年再考。我觉得那个可能教授会说，哎，那明年再来见我，这样有点可怕。华根这样不行哦。点你献花的，希望我可以。谢谢小蛋糕的吻手礼，谢谢你。祖祖，你住台北吗？我住在台北吗？对，我差点，其实我很想回答你一个很白痴的回答，我想说，对啊，我活在都市丛林里面。他不是福德吗？福德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老婆，不是 Uber， 我是老婆，没关系，没有毕业也会拿到学弟妹的花 啊，是这样吗？福德是什么东西啊？空空，你跳舞好看呢，谢谢思琪，谢谢你，是啊，对啊，不对，是今年毕业哦。都市丛林，我泰山，对，我是，对，哎，我真的以为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觉得那个，如果是齐慧表演给我看，我就知道是咕噜咕噜，不是咕噜咕噜。可是如果是队长大那，我真的认真以为是泰山。不是咕噜哦，对，是咕噜。福德是小晴前辈的，谢谢晴晴的告白气球。什么吗？为什么？福德是什么？不答，哦，棒棒吧。队长大欧巴。队长大还是小？说什么我不行啦，就是因为没有你，我什么都做不到。快来陪我吧！啊，涛哥这可以。看一下，这个手才是咕噜。可以合着读，你很强哎，僵尸姑姑，我觉得这可以，我觉得这个蛮厉害。我是聪明漂亮的猪猪 ，My pressure， 耶、yeah ，是吗？还记得我教的不是欧涵驱寒秘诀吗？我不记得了，笑笑，你有跟我讲吗？但是祖祖可能是北鸾，你很烦，谁北蓝啦？太安静了，我不行。我觉得可以，你一定会很吵。聪明还有待商榷，不用。是哦。什么事哦？聪明有疑虑，漂亮可接受。欧涵，驱寒。就嘟嘴，没有丢走哦。Hello， 小蚂蚁。驱寒了吗？你们去好了，温呐。吸收超快速，水就柔顺，顺到不用梳就这个。上吗？什么？再一次。更冷了，是冰大。
膀喽。牵着手漫步斜阳，预备，第十五名，超哥，嘟嘟嘟。谢谢柠檬，嘟嘟嘟，第十名。第六名，原来吧，小蛋糕，谢谢小蛋糕，谢谢。妈，嘟嘟嘟，应该是我，应该没有记错，笑死，嘟嘟嘟，不，哦，抓紧我，然后第七名有吗？哦，你第七名吗？冰岛是吗？看一下，七名，祝你考试顺利哦！好，我考试顺利哦，希望我可以考试顺利。朱同学，你嘴巴都又弄到头发了。真是的，我的头发太香了，我忍不住吃一口了。你刚念过去是念假的吗？我忘记了。晚安喽，好，小鸡晚安。上头上香头，当然第七。呸呸呸，嘟嘟。大头啊哥，祝我。不用说，别出去就砰砰砰砰砰！我就不一一去。我今天要赶快去念书。是，我日文也一定会一句耶，什么？你后面还有一句，看一下。猪猪加油！谢谢你们来陪我，我要去考试。拜拜，欧趴欧趴，拜拜拜拜。